我现在来到了这个银滩啊，应该是中部啊三线小区红枫湖路啊，它的最南端呢就是管委会了啊。三线小区叫做维利亚花园啊，这个小区呢是也是咱们银滩啊为数不多的供暖小区之一。咱们进来瞅瞅小区一楼啊，都是超市啊，都是一些门市。一进到这小区呢，看啊，小区里到处都是车辆啊，车比较多。供暖小区就是不一样啊。这里物业费是多少钱呢？是多层是6毛，高层和商业都是1块。啊，这里是一进门啊，冲着大门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它的一个景观带吧，喷水池之类的啊，这边都是小金鱼。这个房子应该是它的会所啊。哎呀，真是看楼和楼之间的停车场上、停车位上到处都是车。你好，在这休息休息啊。哎呀，我这晒着太阳。晒着太阳，你不面对着太阳，你背对着太阳晒晒背。晒后背。啊，在什么时候在这住的呀？在这买房多少年了？我买房不在这儿。不在这儿。啊，我就冬天这点有暖气，我就上这儿来住。啊，租的在租的房子吗？对。啊，租房子住。啊。在哪个小区您？我在山水家苑。哦，山水家苑在东面呢。啊，对，东面。在东面离我们挺近的。啊、这个租房子贵不贵啊？不贵。不贵啊、嗯。哦，我租的这是70多。多少钱？3500。哦，3500。半年3500啊。嗯。哦。这是干了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位又碰见一位，在这住多久了？10多年了。你是这老住户了？嗯。哦，我看你们小区人气挺旺的呀。还好，我们有暖气呀、啊。有暖气。嗯，有暖气。哦，有暖气就好。嗯。老家哪的？哈尔滨。哈尔滨的、哦。嗯。看哈尔滨人挺多的哦。你这个银滩这儿很好啊。啊。嗯。是吧？嗯，你住了10多年了，嗯，哦，每年冬天都住这儿，基本上。哦，你们是买的原始房吗？啊、哦，我买的是从开发商手里买的。贵不贵？当时买的时候？挺贵，我那高层4800。高层4800。反正屋里都装好的。装好的，嗯、就是拎包入住吗？没有床。没有床啊？那都就精装修。就一栋的没有，没有床，没有沙发，没有餐桌。其他都有。其他书房、卫生间的东西都有。啊，都有哦，哦，这样子的。哦，电视还有，嗯，还送电视。我那卫生间里热水器、洗衣机、厨房啊都有啊，厨具，看还配套还不错呢。嗯，他有时候卖。走吧，上我家看看去不？上你家看看去，那谢谢谢谢谢谢。好、啊，那大金在这儿 啊, 啊，我跟着这位美女参观参观去。溜达玩儿。溜达玩儿哦，好嘞。高层吗？高层。哦，高层还挺远吗？这后边你看到的高层了吗？就是小高层。最远处那个地方，这就这个后面还有更高的呢。没在最后边。哦，那瞅瞅吧，你看，小区里到处都是，到处都是车辆啊，是不一样啊。会馆里打麻将，夏天都满满的。啊，夏天满满的啊。现在都老板都弄房间里去了。哦。暖和吗？哦。就一桌。这大厅里面就人少，就是这么一桌。嗯，夏天都坐满。夏天坐满。夏天10多桌。哦，夏天10多桌打麻将的，嗯，啊，这是大会所是吧？嗯，啊，你们会所也挺漂亮的哦。楼上有台球、乒乓球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啊，看这个小区中央这个地方啊，这一对的老两口在地方晒着太阳，再待一会儿，美滋美滋滋的，还给我打招呼，嗯、你们好啊，好，我待会儿下来再问问你们啊。啊，这个我对面这是11层的小高层吗？对。啊，您是住的那个是大高层？对。大高层多高？总共高数高度？18层，地下有2层，20层呗。哦，20层，地下还有2层，嗯、地下2层是应该是停车场吧？对。哦，小区的绿化也行啊。哎，可以、啊。是啊。啊，这边真是还第一次来这个高层那个区域啊。这个多层我曾经过来过。这个花坛
们从上面往下看特别漂亮。啊，是有造型的是吧？对。哦。上我是欢迎回家呀，还是什么？是不是？哦，你看你们小区到处都是车，是供不供暖是不一样啊。不一样吧？对，还有什么房子出租、出售挂的。跟着这位热心的大姐啊，来到她这个的高层的二楼啊。请进。哎呦，一进来毛主席的这个画像啊。哦，哎呀，是温暖。对对对，不错。你这是二居室吗？嗯。哦，弄得挺利索的这房子。这个。这是你的北卧。哎呀，你家还有个缝纫机呀、啊。做活儿，你是平时做什么活儿啊？换网裤脚了，换裤子拉链了。啊，换啊，干零活儿、嗯。哦，这是大卧室。哎呀，采光真好，一个大阳台，哎，不是大飘窗啊，真不错不错。啊，干点零活。嗯。哦，这个费用怎么样啊？这都是你的接的活吗？这是？这不是，是自己的。啊，我就说是怎么回事？是。小区里人找你们做饭做这个活吗？外边也有。外面也有、嗯、你外面有摊吗？没有摊。没有摊。嗯，他人少，没有那么多活啊。那他怎么知道你呢？我不贴广告呢吗？啊，有广告，小区里就找你。都知道啊。费用高吗？不高，我一个裤脚边牛仔裤10块钱。哦，弯个裤脚边10块钱。就是服务大家。服务大家。那还行，你家挺温馨的啊，这个小房子确实。还多大面积来着？82点。啊，82平啊。82点。当时花了多少钱这房子？40万。啊，40万买的房子，82平的房子。他就这么多装修好的。啊，装修好的，真不错。电视柜都是带的。哦，都带的啊、嗯，那真不错。电脑是我自己。挺好挺好，这么个小家庭。对对对，很好很好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个厨房是吧？嗯。哦。那个在这儿住的怎么样？你自己感觉？很好啊，很好啊。要不能待10多年吗？该十多年，待十多年了。那你的生意怎么样？生意也还好。一年能挣多少钱啊？一年挣不了多少钱，没有多少人啊。啊，没多少人啊。啊，行，那大姐在这儿呢，我就回去了啊。啊，参观了一下啊，谢谢您的热情啊。哎，刚才啊，好几对在这个地方坐着啊，现在人少了。你们好。你这还是把这脚裤腿满起来棉起来在这走路啊？晒晒太阳。晒晒太阳啊，需要接受点阳光。哎、对对对。这老人家也在锻炼身体。哦。阳光好。